我一天要处理20件到30件的事儿，那笔记本都得说能拉一车。我说无论是什么人什么事儿，我都没有解决不了，从来没觉得说我累了，我烦了，我不高兴了。不管咱们老百姓有多少的抱怨，有多少的怨言，你都能听。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，要在村里带好头。我是6点，是比较有规律，6点之前是准时到时的。我就是溜一圈，遇着说是健身的，我说你这音响小点声，别扰民。还有没醒的，哪个井盖子裂没裂味儿，哪个色有一堆建筑垃圾，我巡视完了回来了，老百姓都知道。每天嘛，就是困难居民来找我的都得有20多人，所以我每天呢早晨6点多钟就到社区，他们也知道我来得早，所以他们就早早就来找我来，就接待一些上班族要咨询的问题，开的证件，完事就不影响他上班。8点我全完事儿了。哎呀，豆来了，别人啊。他叫刘娟。是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灵溪社区党委书记、居民委员会主任。在灵山社区，刘娟有一个外号“刘姐”。我在这儿才35岁，有一个65岁管我叫刘姐，就张玉芳。完事我就有点刚开始啊，我就有点懵了。他说是姐姐问题的姐，就这么就传出来，都管我叫刘姐。1998年4月，曾经经营过企业。并被评为辽宁省劳动模范的刘娟被选举为灵溪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。当时我的感觉哈，就是说虽然当时社区那种的环境和是人员那么复杂，我那阵儿我就是有一个目标，我说我未来让灵溪社区每一个人都能过上好日子，就是我的奋斗目标。灵溪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，曾经被称为鞍山北大荒，当时自然环境差，居民构成复杂。一个是那个老年人多，一个是下岗的人多，一个残疾人多，低保户多，流动人口多，历史遗留问题多。当时建楼时候是个框架子建的，所以它就不长草。完是下雨天呢，就是一身泥；完是晴天，一身灰。看到社区这种情况，刘娟非常焦急。为改变社区面貌，刘娟想尽快让社区居民认识自己，她自制了600张小纸条上门发放。当时就是居民对我一个外来的人员还是不太认可，那阵呢就是我就一家做一个小纸条，就是我说我是灵溪社区书记，新来的书记刘娟，有什么需求请给我打电话。完事我也就是用这600个小纸条敲开了当时592户的居民的家。刘娟知道要得到社区居民的支持和信任，光靠简单的承诺绝对不行，必须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。我也感觉所有的事儿你都把它当为是自己的事儿，就是换位来找那人，就是你，就是你的老爷，是你的亲人，我就说什么事儿都能解决。我觉得更多的动力是来自于就老百姓那种期待的目光。刘娟坚持挨家挨户走访，记下每户居民的诉求。那笔记本都得说能拉一车，因为我一天要处理20件到30件的事儿，我一天还就得要记20-30篇，就是这样。上任不到一年，刘娟克服各种困难，完成了小区改造、环境绿化、卫生达标。她又用3年时间解决了社区居民所有的就业问题。当年我也是拿出来10万块钱建一个下岗再就业一条街，有就业说我从事什么行业的，我就是给他找一个。有的说我要开个公用电话亭。把我斜着他那个条那个连通给他办个公用电话，有的一楼的说我先改个小食杂店，完我就协调房产部门给他个窗户改个门，完事再开个食杂店。
就是坐你办公桌上的人很多，但是对这些人，我感觉哈，现在都变成是我的朋友了，还是是我的有力助手，都是我志愿者。我就觉得他闹，他不会是无缘无故的闹。完了，我就想揭开他这个谜，为什么他闹？完事了再去治他病。当你把他们的问题都解决的时候呢，他会是一个最完美的。就是现在我也是自己大胆很自信的说，我说无论是什么人什么事儿，我都没有解决不了。在灵溪社区，刘娟永远都在忙碌，就像没有自己的家，居民24小时随时可以找到她。23年始终如一的付出，为刘娟赢得了居民们的信任和称赞。江南社区啊，这居民呐、啊，这些东西啊，都信着我了，都搁我的这房子手续、户口本、失业证，这些、啊、他们想出去打工，但是不方便，这连银行卡的密码都告诉，家没钥匙，下雨阴天我还得去给通通风。我也就给他们保管，保管到我退休，就都交出去了。近两年，灵溪社区建起了2所养老机构，刘娟把家搬到了这里。她每天早上5点起床，为老人们做早饭。一直就是我给做的，也是接近60人的饭。完这个饭还是不同的，你是爱吃茶蛋呢，还是煮的，还是煎的，还是那个，就是水卧那个水盒吧鸡蛋呢？我就让他们感受来家那种感觉。但是你要雇人，人不会给你这么做，所以我就一直没雇人。他们各有各的意见，各有各的想法。我就看见我们的支部书记的头发一天一天的白了，我也不知道我流了多少眼泪。不管咱们老百姓有多少的抱怨，有多少的怨言，你都能听。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，要在村里带好头。他是这样子的，他的儿女全部都那个就是结婚出去了，他就一个人住在这里，就是都岁数比较大嘛。王婆婆，88岁的王婆婆是五星村里的留守老人，每周来看望她一次，是于少荣给自己立的规矩。虽然老人身体硬朗，每天都还在爬山捡柴到地里劳动，但于少荣还是不放心。这些被子都是我们给他那个买的，他自己拿出来盖。他以前他舍不得，他说这个共产党好啊，政府好啊，我们的干部也好啊，这些被子我要拿起来。他意思就是要做真诚的那种感觉。我们就跟他说，你不要这样子了吧，有你就拿出来用嘛。于少荣是五星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，村上800多人，谁家是什么情况他都谙熟于心。在村民们看来，于少荣不仅是他们的知心人，更是村里的领路人。
2008年5·12大地震时，五星村房屋受损，山体滑坡导致村民与外界失去联系。当时还是村妇女主任的于少荣果断组织村民自救，带领村民翻过垮塌的山体，安全撤离。咱们老百姓都是很有组织、有纪律的，但是在重建的时候，这个工作就真的是不知我们做了多少工作呀。之后，五星村有一半的村民可以回到原址重建，其他人由于居住地山体垮塌严重，被分在了附近的安置点。然而，原址重建的老百姓却充满了顾虑。他们就要会想，我们肯定要去生活条件好的地方，基础设施条件好的地方，对我们孩子上学的好的地方。于少荣和村上的干部协商后认为，只有把村民集中起来重建家园，五星村的未来才能有更好的发展。为了打消村民们的顾虑，他们走访了每一户人家，了解大家的想法，制定重建计划。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生产生活的地方建好，必须要这个有安全的饮用水、安全的住房、电视呀，还有通讯呀，还有医疗的保障啊，还有就学的这些都要有。那段时间，于少荣和村干部在积极筹备重建工作的同时，天天都去找村民谈心，说政策、讲道理，畅谈五星村的未来。渐渐的，村民们的思想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。很多老百姓都能改变过来，就说肯定我们相信我们国家的政策，我们也相信我们村两位的带领，他们还是有信心的。通过国家的政策扶持和村两委的共同努力，五星村渐渐从废墟中一砖一瓦地重生。村里通了公路，村民住上了新房子，居住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。接着，于少荣又有了新的打算，他想利用当地的自然环境来发展特色产业，增加村民的收入。要怎么样去提高他的生活质量，要怎么样去提高他的这个收入，肯定我们要从第一个要从这个产业说起。做产业不是一句话那么好，那么说出来那么容易，但是做起来是挺难的。通过考察对比，于少荣看准了黄连产业。黄连作为中药材，经济价值高，当地的气候环境适合种植。早些年人们就有在房前屋后种植黄连的传统，不缺经验和技术，但于少荣的这个想法在当时却没有立即得到村民们的响应。当时很多老百姓的思想都说我们要出去挣现钱，我们当时挣的钱当时有用的，我们说这个是不行的。那如果说你有一天咱们用工的单位不要你了，是吧？岁数到底了，他们不要你了，怎么了？回来咋办了？于少荣心里明白，村民不愿意种黄连，一是觉得它生长周期长，投资回报慢，还有就是黄连管理起来也很辛苦。万事开头难，于少荣决定他和村里的党员干部先带这个头。当然种这个药材是挺辛苦的，要有思想的准备，就是为了这个幸福的生活，我们肯定要努力去干，是吧？不干肯定是不行的。五星村人均耕地不足一亩，制约了黄连的大规模种植。于少荣又想到了土地流转的办法，他挨家挨户统计种植户所需土地面积，集中到临近的乡镇流转土地。五星村的黄连产业开始有了新的生机。我从山上扛黄连的时候，每天他们都笑我扛了一倍钱嘛，我有感兴趣的很啊。我扛一袋黄连是80到90斤，要走30分钟，但是我有信心，因为我背的是钱。通过向周边的县市学习，于少荣又带领村民成立了种植专业合作社，通过培育种苗、培训技术、统一销售，提升了黄连的品质和产量，种植户的腰包也渐渐鼓了起来。后来大家的收入也可观了，就看见有一户人今年卖了30万，明年卖了50万，哇，这个还是可以的呀。每年他们卖了黄连，大家老百姓都要问他，哎呀，今年你卖了多少钱啊？没卖多少，20-30万吧，
就这个心里太大了。在村两委的带动下，五星村的黄连种植逐渐形成规模，成为村里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。如今五星村的黄连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1200亩，越来越多的村民从黄连里尝到了甜头。很多老百姓都跟我说，余书记啊，你再去在哪里给我们找一片土地，我们还要去发展那个产业。我就在我娘家的那个山都去给他们问过好几次啊。为了解决村里闲置劳动力的就业问题，余少荣又联系上了镇上的茶园，组织村民到茶园采茶，学习茶叶加工技术，既增加了村民的收入，又学习了新的技能。截至2020年底，五星村全村年人均收入超过了19000多元，昔日的穷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不管咱们老百姓有多少的抱怨，有多少的怨言，有多少的不好听的话，你都能听，好听的也要听，不好听的也要听。做村干部的前提必须要达到这个，更何况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，那我们肯定要有共产党员的模样，要在村里带好头。如今余少荣仍在为村民们的美好生活奔波，为接下来的乡村振兴进一步探索。他准备引进黄连的深加工技术，把黄连产业继续做大做强。五星村自然环境优美，羌族文化氛围浓厚，余少荣还计划发展羌族刺绣，开展民族特色旅游，为五星村谋划更美好的明天。